NBA。2012年6月22日，雷霆队输给热火队，以121-106结束比赛。雷霆队已经从季后赛淘汰了。棒球比赛。我查一下。以下是今天 MLB 的资料。足球比赛。那一个足球联盟，德国甲组足球联赛，法国甲组足球联赛。我查一下，以下是2012年5月5日德国甲组足球联赛的分数。